千里路，吃过万般苦，才来成就感情的好路。好过看日头上世情，才有手中平凡的幸福。心糟糟，月娘照路伴天星照顾，雨夜山车永远袂变心，因咱来找着光明前途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拼出未来。你哈无闲，搁啊！你全工陪我来陪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讲实在的吼，你嘛真了不起呢。有足侪得忧郁症的人，拢唔敢面对家己的病，甚至认为家己讲拢无代志，唔敢看医生，就一直拖。啊，不过你真勇敢，会家己来找医生。其实。我是无暗暝，我睏袂去啦。啊，不过食药啊，干那会当控制尔，根本的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哦。问题是，心内苦嘛，唔知要怎医啊。这哦，这真简单啊。啊，就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心念转。心念转，对啊。上林有讲哦，父母的付出，囡仔若是有感如应，咱就要放下，唔免勉强，爱用菩萨心去对待啊。菩萨心，就是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呐，爱去关心，唔通去勉强，嘛卖执着。囡仔若是无受教，就是伊家己的业，咱做父母的啊。用菩萨心去解怜悯啊！你意思是，啊，我去可怜伊哦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所以你即摆吼，甲查囡仔接倒转来，安尼所有的代志就解决啦。我无爱啦，我也无欠命，我哪会先去救伊啊？啊，就家己查囡仔，你是安怎要甲伊计较啦？而且最近你毋想听讲伊过了无好，啊你拢袂烦恼吼？我当然嘛会烦恼啊，但毋过伊着甘愿伫外口食苦，伊嘛袂转来找我。所以你即摆吼，就要放下，莫阁执着啊，把心放好看，行出去就对啊。这对你好，对你查某囝嘛较好啊。无啦，这口气我就是吞袂落啦。除非伊家己先等下救我，无我袂主动去找伊啦。好啦好啦，无想要去找伊，咱再来想办法，看安怎解决，好不好？妈妈一个好，
是要安怎？啊！是发生代志啦！因老公讲我伫外口都听到啊。你来啊，拄啊好，伊就是一直哭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。哎呀，啊，敢会巴肚枵？你敢有饲食牛奶？我想要饲啊，啊，不过牛奶粉无啊。我就知啦，我家知，我有知。好啦，这牛奶粉你继续泡吼，等一下我来搞。想怎做的啦？我廖春公伊，我看袂用钱，爱赶去病院看医生。烧成这样，怎么会没发现呢？再拖下去就有危险了。你无健保是毋是？那安尼，甲你收500块。500块？啊，毋过我……哎，不是小姐，麻烦你。恁奶阿爸还是要消息了？莫阁讲伊啊！飞弟，伊袂转来啊。那安尼，恁家要安怎？对我生，我家己会当饲。你家己敢会养殖？我会养殖。我今仔若是无来，你要安怎？我家己会想办法。恁连恁囝挂病的钱拢无，你会当想出啥物办法啦？听我的，赶紧回去厝啦！从伊把我赶出的迄天开始，我就决定袂阁回去啊！我袂食伊一口饭，开伊一仙钱。一时的气话，你嘛当作真呢？而且拢已经两年啊，气早就应该消啊！你若是搁安尼吵落，就是你唔对啦。问题是，伊嘛无找我啊。你阁好意思讲，伊是恁妈呢？刚刚伊来甲你分析了，你才甘愿。是伊赶我走的。我嘛无爱加讲啊。道理你拢知，你家己食苦的争多少，莫人伊那拢对你歹命啦。多谢你啦，这的钱就算是我拢家己借的。等我找到工课，领到薪水，我马上就还你。唔免啦，好好啊照顾恁囝较重要。有代志话尽量找我，免客气哈。哎，我郑天琪嘞，嘿，杨先生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到三工这我唔敢讲啦，啊是讲会当为这个老大人安尼付出照顾伊，这讲起来我真有信心嘞。好，哎，我现起来上班了，没啦没啦，莫安尼讲，多谢你呢，哎，感谢感谢，哈。
即个休几工啊？三工。休。哎呀，毋是我咧讲你啦，拢几岁啊？袂晓照顾家己，像敢若猪肝一样，食较济啦。哎，还是因为进前做抽测，较有在运动才会瘦啊。我看毋是哦，应该是你身躯边吼兼一个人甲你照顾啦。等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我先讲，无爱。哎呀，你哪遐固执？啊，先去交一个朋友，哪有要紧？嘛不是叫你随嫁。哎，我伫咧北部啊，就算你帮我找着，我也无时间应付啊。所以我就想讲吼，你敢会当甲你的长官拜托者，叫伊甲你调倒转来高雄啊？无可能。是安怎？因为我已经确定要调去三峡的外国人收容所啊，短时间哦，无可能调动啊。是安怎要调去遐？敢有较轻松？无啊，前途搁较忝。嗯，不过有机会当升小队长诶。哎呀，查囡仔毋免做较悬啦。啊，以后嘛是爱嫁的啊，是安怎一定要结婚啊？我即摆安尼一个人真好啊。迄是你即摆安尼想啦，你若真正无结婚哦，你到老一定会后悔。妈，你讲一定爱结婚哦？嗯。那安尼我问你，今仔日互你重新选择，你敢会去结婚？这无共款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你哎，哎呀！你搁无伫个厝嘞？桂英啊，爸，啊，你放假回来啊？嘿啊，啊，对啊，爸，我调去新的单位哦。你调新的单位？嗯。是调去倒啊？我去三峡的外国人收容所啦，我弟卡会当升小队长。哦，安尼真好嘞，若要调单位哦，就爱调这种会习惯的单位啦。赞赞赞！你真好，小队长。阿丽嘞，拄则听到伊唱歌，有啥物好代志啊？我嘛是换新的单位啊。你换新单位？换倒位啊？台南的爱养中心啊。你要去台南哦、喔？啊，厝里为着存嘛一个？啊，等你妈大人大正啊，伊我都照顾伊家己啦。我再讲，我也无伫厝内底啊，无人甲伊搭嘴过，伊比较嘛较清心。安尼讲嘛是有道理。桂英啊，嘿，你嘛有回啊嘞？你莫赶紧找一个对象。这不是我要跟你讲的啦，是你妈特别跟我交代，叫我一定要跟你讲。我若无跟你讲哦，伊会跟我骂到臭头的，安尼知影无？哎，你妈问你的时阵，你也跟伊讲，讲我有跟你讲哦。桂英啊，嗯，看你家己就好啦，你欢喜就好，卖猜。叫伊爱关心家己的终身大事，无就去交一个朋友，卖一天到晚咧无闲工课，要等到啥物时阵拢无听啦。啊，囡仔大汉啦，本来就有家己的想法啦。无喏，过年就三十大万呢，要等到啥物时阵？啊，变作是孤单老人才甘愿去哦。恁别甲烦恼啦，恁桂英啊，遐尔巧着，嗯，家己会拍算啦。伊若真正会拍算，我早着亲心啊啦，袂伫个遮搁咧烦恼。啊，你已经算袂歹啊，搁有查某囝要甲你讲话，好我咧。恁查某囝连插拢袂插我，
唉，人讲哦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啊，真正是安尼呢。唉，哼。我问你一句话啦。啊。结婚感都有较好。阿叔讲，因若无好的对象，我甘愿咱的查囡哦，一世人拢卖嫁啦。听你安尼讲，敢那嘛是有道理呢。而且像你妈讲，少年人的心哦，较无稳定，情绪拢会千变万化。做爸母的，就要看较开的，才会当不随境转。这句话哦，真正是讲予咱两个听。啊，不过讲正经的，我这件代志够简单啦。啊，你嘞？敢需要为着一个外人？我甲查囝，敢若变作是冤仇人，两年拢无联络，安尼敢有解答？阿华啦，阿我乌梅啊咧哈，拄仔内底，哪有啦？我咧找无你。哦，好啦，我来，较边啊。我这是啥啊？啊，你唱的对啊，我哪找都拢找无。我为哪白痴个写字嘞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较少钱的写字我拢囥这边，有看到无？有看到无？有啦，啊对啦。你嘛较骨来啦，唔通安尼啦，啥物代志拢爱别人甲你操好势，甲囡仔同款拢几岁啊？家己行李拢袂晓整理。哎，你若安尼讲啊，我即摆是烦恼讲，我即摆要去台南啦。看伊阿厝内底吼，啥物照顾你？照顾我？哼，歹势，盛天吉郑先生，我借问一下，咱家厝内底衫当啥物人做诶？雪啊。啥物人洗衫？雪啊。啥物人变出来诶？嘛是雪啊。哼，知影就好，搁敢讲，袂歹势哦。你阿妈安尼，较拜托了好无？你的功德款吼，我嘛甲你道谢呢，这嘛算讲一挂功劳。时间我若无定哦，我才看你要安怎。唔免你写，我家己抄就好啊。以前无你，我嘛是靠我家己。规日我会留电话你啦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哦，你着敲电话我。你唔免替我操心，你家家己照顾好势啊，我着无你倒。你讲的哦，你唔通怪我讲，我若半日常伫咧厝呢。你无提，无人啰嗦啦。我家己足清新的，搁有足多代志通好做。一定安尼吗？安尼？啊，搁有啦。你一定毋知影讲吼，照顾老人无遐尼简单吼。以你的个性哦，我看哦，无两三天哦，你就挡袂住，要走倒转来。这种代志免用讲的，时间我来做给你看，吼，你才看嘞。好，我就等着瞧，上好莫互我约到。对，予你摇袂着的。总算讲我找到啊！借问一下吼。哎，不要帮我！好了，你乖乖坐着，好好吃个饭啊！吃什么饭呐？集合的时间到了，还不赶快到操场上去点名？报告连长，那个操场我在整修，不能过去了。我们就在这边集合点名就可以了。都修了一年多了。还没好，我不信。是真的，你赶快吃饭，不然我可要点名喽。你骗人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都是敌方派来的人。报告连长，我们早就投降了。哎，我不信的，我不信。
连长，连长，吃饭了啦，吃饭啊！啊，又是一个地方派来的人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没有啦，你误会了啦，我是来这边帮忙的，你冤枉我了，我叫郑天齐啦。行行，来来来，吃饭。让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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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！刚咪听到讲我是改讲食饭，我甲塞一个腰身哦。吃，来啦！这是真歹势呢，啊，拄仔来都害你跋一倒，啊，你安怎无？无啦，我身体也真好咧，哎，跋遐哦，无啥要紧啦，无要紧。迄老大人吼，外表看起来是真正常啦，啊，我年岁侪啊吼，迄头壳拢破破啦，你拄甲讲伊都愈翻呢。做阮这工课也是无耐心吼，是无遐多做个啦。对啦，爱有耐心，蛮有耐心嘛。啊，是讲咱这安养中心吼，敢三人尔，咱敢有够？当然嘛是无够啊。啊，那还佫加请几个人？杨先生，你无甲你讲啦，阮遮每个月拢了钱，哪有法度请伤侪人？哪会安尼？啊，我看这安养院老人毋是讲真济啊。经营起来哦，应该是无困难才对啊。你拄仔来哦，对这环境哦，无讲介了解啦。啊，阮遮哦较砖卡啦，啊一挂少年啊，拢蛮硬好拍拼，啊是大人破病老啊，无人通照顾，只好送来遮啊。对啦，有真侪家庭拢嘛是安尼，迄饲来嘛是同款啊。啊，问题是讲吼，遮真侪家庭吼，迄经济毋是真好，因无法度吼，逐个月交钱，啊你讲迄老人要安怎，要送去倒？啊，尤其是只好吼，家己打来啦。我若那个听起来，这尤其是算讲嘛是咧做善事啦。是啊，所以阮家吼一个人吼，还当作三个人用呢，啊，会当做偌久，就算偌久啊。若咧讲起来吼，要经营一间安养中心嘛，无简单啦，无简单啦。是啦，是尤其是讲有心啦，要照顾吼这老大人。所以阮就留落来，甲伊斗相共啦。你放心啦，你只要有啥物代志吼，你就能甲我吩咐，我会当做，我尽量去做啦。啊，真好真好，有你来吼，阮就放心啊啦。啊，你讲。北北，吃药时间到了。不要吵我。好啦好啦。不要吵我。你最乖了，把药吃了好不好？我们坐下来吃药了。北北啊。不吃药不行啊，那你最乖，我们坐下来。好好好，要吃了就不烦了，好不好？乖嘛，你最乖，你最乖啊，你最乖，来试试。啊，我给你放水来哈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无以后你照顾啦，啊，由我来就好啦，哈。好啦，真麻烦你啊。对啦，对啦。哎，来，吃药了，吃药了，吃药了。我又没生病，为什么要吃药啊？好，我说错了啦，不是吃药啦，这个是那个维他命啦，维他命。来，不要骗我了，我在这儿待得比你久。那你想不想回家？想回家啊、哦，那就我赶快把这吃下去，吃完了身体好好的就可以回家了啊，对不对？你打电话给我老婆，叫她来，我就吃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家里电话几号？我打给你老婆。55678。好。556。怎么才五个号码？你别搁卡啦。那是30年前的号码吼，早都卡袂通啊啦。哦，你还骗我呢吼！伊哦，足麻烦的啦，你药先放下，卡等我再来吼。无要紧啦，我会用的啦。哎，郑先生，办公室有你的电话。哦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哈。哎，
连长，电话不要打了，这个不通了。来了，吃药了、啊、喂，哎，尤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无啦，你放心啦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啦。是啊，我有听护士小姐咧讲吼，讲你开这个安养中心拢咧赔钱呢。啊，你有法度，有法度这个工课我做吼，我算讲我真感谢你啦。哦，迄无啥物问题啦。啊，遮老岁仔人吼，啊，大家啊，看起来啊真古锥，啊话吼，还阁真敖讲咧，嘿，真敖讲话安尼啦，嘿。好好好好。我无问题啦，吼！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再搁联络啦。好，好，再见吼。不要，不要，我自己可以走。OK， 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好，好，停。伯伯在咱家吼，嘛住几多年啊？啊，伊常常拢会安尼哦。是啊，有时阵哦，过讲有幻听啦，拢感觉讲有人要害伊。啊，伊会记得哦，拢伊乱去啊。即摆年轻人哦，找人嘛拢袂认得啊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哦，带你回老家，回南京。回家？嗯。好。好，回家。你敢不知伊以前是咧做啥？听讲伊少年时阵哦，做过连长，佫带两百几个人咧。哦哦。按讲哦，真少年就退伍啊，无甚物终身俸啦。啊，半边进前嘛为过命哦。啊，你敢不知伊敢有囝儿时阵啊？啊，伊太太真早就过身去啊，有一个查某囝啊，嫁去台北，啊，久久来看伊一届。这嘛是我多嘛。啊，囝儿是真有家己的生活，我做啥物代志吼，拢顾甲对啦。这两个讲是因不好呢。是啊，所以尤其是在讲啊，迄老人安养吼，也是无处理好，这将来拢是社会真大的问题呢。啊，讲起来吼，实在真无简单呐。看看卖嘞，好，嘿，哦，有啊，哎，安尼拼拼吼，看起来几偌清气的呢。对啊，咱这环境拼舒适哦，老大人心情自然就会好，啊，心情好，我身体嘛更加健康嘞，哈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多谢你啦，到三更，啊，你还客气。人呢？连长，还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去睡觉啊？来来，我带你哦，回去你的房间睡觉。哈，走走走。你不要拉我。我要在这儿等人。我知道了，你在等你老婆。
不告诉你。是就是啦，干嘛这样不好意思啊？我知道啦，你对你老婆真的很好啦。像我啦，我结婚都快40年了啦，我老婆呢就喜欢乱花钱啊，她就嫌我啰嗦啦，我们两个就是每天这样子哦，斗来斗去的斗不完呢、啊。还有我老婆，她就身体不好啊，整天的忙来忙去，叫她多休息哦，她又不要，还嫌我啰嗦，讲都讲不听呢。我老婆，等一下就会来接我了。现在讲起来哦，韩光某过会搞洗衫煮饭，韩我比伊更加好命嘞。这阿妈这门怎会拢无关哈？无啦，吃啦。啊，恁两个一时在创啥？咋，阿姨就无要睏啦，我伫遮陪伊开讲，嘛无要哪。阿姨在翻，啊，你也对伊在翻，卖插伊啦。安尼刚好，你安尼我袂放心啦。哎呦，那伊哦，过一段时间，爱着坐伫遐等伊某转来啦。较晚伊就去睏啦，行啦，行啦。这难偷嘞，我敢袂用个回来啊！我知影，你搁做袂落，去人是偷落啊哈！什么去用私偷落？当你是咧讲啥？我这么优秀的人才呢，要请的人都袂有啊，搁要搞私偷落？哼，你闺女当我煞唔知影，莫搁碰风啊！拜托的，你可能拢唔知影呢。我过夜的时阵，我是大家安尼叫叫嘞吼，哎，规厝间安拼煞，拼到外宿舍嘞。大家看到环境舒适，大家嘛真感谢我嘞。哦，做够欢喜就莫回来啊，先回来。浪费车钱。我是咧烦恼你呢。我烦恼你一个人伫咧厝的，我都照顾你家己。啊，感觉伤过无聊，无人甲你念哦，你的身体，哼，算你，啊，我都家己照顾家己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无伫的时阵，我足自在的，心情嘛真快活。你甲家己照顾好就好啦。当我的身体，我家己照顾得真好哩啦。是讲我过遐的时阵吼，坦白讲，要照顾遐老岁仔人吼，真正不遐尼轻松。安怎讲？哎，遐老岁仔人啊，迄记忆拢较歹，伊拢甲古早的代志、甲即摆的代志，我参参做伙咧讲。我哪讲都讲袂听，坚持要怎做就坚持要怎做啦。啊，这毋是失智症。失智症哦、喔。对啊。你哪知啊？你记忆有够差的呢。啊，进前倒上就是安尼啊。虽然镜头有小可无同，啊，不过吼，这拢算是失智症的一种啦。还佫有啊，你进前开公车的时阵，毋是有拄到一个失智症老人，啊，你佫带伊转去啊，你家己拢袂记的。我哪无想到啊？啊，不过这种病哦是较麻烦啦，爱顺伊的意。顺伊的意。嘿啊，你免甲伊解释啥，伊若讲啥，你就跟伊讲啥，安尼较好照顾。吃饭了。大家慢慢用啦吼。要吃点东西啊。
番茄。来啊！慢慢摇哈。丁姐，爸，莫紧啦，叫我来就好啦。哦，好啦。阿玲，你真麻烦你哦。哦，没问题。完了无？拢淡去啊啦。来，去换换哈。连长，来吃饭了啊、哦！来，我喂你啊！来，不吃，你走开。哎，连长，你要是不吃饱，怎么有力气去打那个共产党呢？不是已经投降了吗？还打什么？你呀，可拜托哎，大家认识那么熟了，给我一点面子嘛！来啦，吃饭了，来。哎呀，不想理你都不行。还给我顶嘴！你哪个单位的？还不给我立正站好！报告连长，第二排第二班班长郑天琪报到。小姐起步，走。准备用餐，好，很好，叫大家一起开动吧。来，连长，请坐，吃饭。好，开动啊，开动了啊。开动，开动。你喜欢大姐。够厉害嘞！你啊看，今日大家足闲话去困啊，拢无人闹嘞。你敢知影平常时哪下面闹面臭无元气？你敢知影什么原因吗？哦，什么原因啊？伤过无聊啦。无聊？安怎讲啊？伤过无聊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都爱带动一挂气氛，啊，让因较欢喜嘞。因若欢喜，我咱身体自然就健康啊。对不？安尼啊，咱做代志嘛较轻松。对，你安尼讲了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有道理吼。我甲你拜托一件代志好无？什么代志？做你讲啊。咱遮敢有无爱迄种铜鼎啊、铁鼎啊，还是铜匙啊？迄种物件无要滴的。啊？你找这种物件要创啥啦？你先甲斗相共啦，明仔你就知啊。好啦。明星挺好，天地万物。
总而言之啦，知足最好。这些好话要送给你，不送给你是我不好，送给了你大家都好。你说连长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对你好不好？阿伯，来。哎呦，拍死呢！没啦，哎呦，哎呦看来。干咪想想？未啦，安尼拄好咧。呵呵呵呵。佮好你安尼哦，遮侪物件来，还佮人照顾我，哎呦，我唔知要安怎佮恁感谢呢。嗯，这小可代志，啊，无恁免客气啦。对啊，来遮看到你哦，足快活的呢，足欢喜的呢。哎。食了才坐过呀，嗯，唔知讲还佫有这个作用。小米，你敢知影我是安那遐尔欢喜来到阿婆家？嗯，因为你感觉你甲阿婆足有缘的啊。这嘛是啦，也毋过还佫有一个上大的原因。哦，啥物原因啊？就是吼，我逐遍看到阿婆，我就感觉足安心嘛，足温暖的，啊，我就啥物烦恼拢无啊。你敢知影是安那？这我唔知呢。就是迄个时阵啊，阮卡上过身，我拄仔好伫咧台北，伊上尾一面我就无拄着，啊，我就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大概哦，若想着我就一直哭。我来到阿婆家，我就甲伊讲，伊就甲我安慰，嘛甲我笑笑。我就感觉，伊亲像是我家己脚上同款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吼，我大概来遮吼，就感觉是转来家己厝同款，啥物话拢唔免加讲。安尼我就豆豆啊看开啊，啊就走出来啊。想袂到，你嘛有看袂开的时阵啊。当然的啊，人生无常。我本来想讲，伫咧台北算几工啊。想袂到会造成遮尼大个危险，所以我就想要甲你苦劝讲吼，你爱珍惜甲厝内底人个情分。家己查某囝拄着困难，咱就爱亲手去甲伊关怀，唔通吼为着倒一口气，以后若是后悔，就袂赴安尼。小妹，你个代志阿伯咱拢有甲我讲过啊。你哦，心肝放较开咧，听我讲一句话吼。啊，这囡仔吼，若是讲我甲爸阿母啊计较，就是表示讲这囡仔唔捌代志。恁做爸阿母的，爱佫较教，啊，咱佫讲倒转来啦。做爸阿母的，若要甲囡仔计较，啊，是要计较啥？你讲对。我了解啊，多谢您。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。哈哈哈哈生日快乐！感谢。奶奶，这是要给你的礼物，有囡仔的衫裤甲无连裤，上重要的哦是这顶。这顶吼是要给你保身体。今天就多谢你的，我已经欠你足多啊，你搁买吃的来？唔免歹势啦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搁有一个朋友要来，你看到伊一定足欢喜的。朋友？嗯。像啊，想无爱甲你讲，等下哦，你就知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我妈妈你来啊！
幸福不容易获得，要用年轻岁月交换，历经沧桑才有权利选择。以为幸福是一种想象，现实是寄去的火车，穿越隧道才能重见光影。光线在树叶间眨眼，生命在石块中翻转，阳光亲吻小草，花朵抬头微笑，才懂得幸福从幸福风景，是美丽也是